少主，您可是珠宝界顶级商会的少阁主，怎么能屈尊在此当保洁呢？少阁主，自从我父亲把我赶出去那一刻起，我就不是什么少阁主。可他毕竟是你父亲，您父亲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您还是我们的少阁主，百亿资产依旧还是您。我不稀罕。哎，等等，这是全球只有三张无限刷刷的黑卡，您父亲说让我给您当零花钱用。回去的事儿您再考虑。回去的事儿您再考虑考虑，有什么问题随时答应我。你瞎呀？明小七，今天可是我的庆功宴，你就这样跑出来，我颜面何在啊？不喝，我真喝不了酒。我不管，今天这个酒你必须给我喝回去。先生，你这么逼一个人喝酒，你太过分了吧？你臭娘们，你真的多管闲事啊！我可是北城林家的大少爷。大哥，我不管你是哪家的少爷，你也不应该打人。我不管你是哪家的少爷，你也不应该打人。今天我就打你了，怎么了？臭宝鸡啊！我们林家的事儿不用牵扯到外人。行了，哎，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你好，是周游打扫过房吗？怎么这么大酒味啊？来来来，坐这儿跟哥喝一杯。先生，我只是过来打扫卫生的。你个臭保洁，给你不要脸！来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哎，他妈谁呀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什么？他妈多管闲事是吧？这件事没事的，龚总，龚总，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林小七，我就问你，今天我这个面子你给还是不给？既然是你们林家的事儿，我就管定了。有本事你先过了我这关。你说干什么的？哥，这个酒我是不会喝，林家的继承权我是不会让的。林小七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们林家的继承权是要离婚的，就你一个病秧子，哪家的小姐肯嫁给你呢？谁说没人愿意嫁给他的？我就愿意。什么？你个臭宝鸡，你在这开玩笑呢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你还记得两年前？我没有开玩笑。你还记得两年前吗？我被人欺负，是你救了我。现在我帮你，我嫁给你，你就有资格继承林家继承权了。你真的愿意？愿意。好，那我们去领证。哈哈，一个病秧子娶一个臭宝鸡。和我这个病秧子结婚真是委屈你。你放心，等我一年后拿到继承权，咱俩就离婚。离婚的事儿以后再说吧，咱们现在是合法夫妻。既然你是我老公了，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咱们只是协议夫妻，你叫我林小七就行。那可不行，协议结婚也是夫妻。
协议结婚也是夫妻，可不能让你哥看出来是假的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走。妈，瑞，老婆，哎。妈，小七非要娶个保洁员，我怎么劝也不听。什么？小七要娶个保洁员？这成何体统？什么？老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小保洁。妈，这是我老婆安琪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妈，别叫我妈。我可没有保洁身份的儿媳妇，别叫我妈。我可没有保洁身份的儿媳妇。我们林家呀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小七儿，立马离婚，去追唐家千金。妈，我跟安琪既然结了这个婚，我们就不离。你，好好好，我管不了你了是吧？你随便吧。哎，妈。妈，林小七儿，明天可是奶奶七十大寿啊，别忘了准备礼物啊。到时候你自己不带礼物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。老婆，慢走。这个就是你的房间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。老公。那你睡哪儿啊？我住隔壁。老公，我怕黑，既然咱们不是夫妻了，咱们就住一间房呗。既然咱们不是夫妻了，咱们就住一间房呗。阿吉，怕黑呢，你就开灯睡。我们呀，只是假夫妻，我不能耽误你。小七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喜欢错人。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喂，管家，明天我老公的奶奶在帝豪酒店准备生日宴，你给我准备一对祖母绿手镯送过去，就当我这个儿媳给她见个礼吧。好的，少主，明天我会让皓月珠宝总经理亲自送到。由于呢，祖母绿手镯价值连城，避免出错，明天你需要出示您家的那张全球限量款黑卡，证明一下您的身份。行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老公，两年前你救过我一次，这次换我来保护。老公，两年前你救过我一次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。奶奶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大儿子，你弟弟呢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咋没来呢？是啊，谁知道呢？我这个弟弟长本事了，我奶奶过生日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他怎么没有来？是啊，奶奶，今天是你过生日，弟弟可真不用心，但是不知道弟妹准备了什么大礼。是啊，一个保洁他能送什么礼？他就扫扫地、刷刷碗来补个礼吧。奶奶，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林小七，你还真给你个保洁员媳妇领来了？今天是奶奶寿辰，你姗姗来迟。你跟你媳妇儿给奶奶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是啊，赶紧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呀。好，奶奶的礼物我们忘带了。奶奶的礼物我们忘带了。什么呀，林小庆，奶奶今天的寿辰，你迟到不说，你连个礼物都没带。就是啊，你这种忘记了的理由，你想碰谁呀？不是，奶奶。我真的准备了，我就是忘记带了。我看你呀、啊，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奶奶，奶奶，小七跟你开玩笑呢。您过生日怎么会没有礼物呢？我和小七儿给你准备了一副厚礼。我看你们就是在这吹牛吧。一个保洁能准备出什么厚礼呀、啊？我，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看你们呀，也准备不出来什么厚礼。奶奶，
我跟林聪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我去给您拿。奶奶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准备的全套钻石首饰，您看您喜不喜欢？